今天造型的亮点是穿着的Fila 和3.1 Fablim 合作的联名款系列，然后它是，其实我今天特意选了一个同色系，以浅色为主，然后比较清新，然后百搭。哇，太多了。我觉得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它不规则的剪裁，然后和它的印花的系列。我觉得是印花系列，其实你要说难它也难，它不难也不难，但是我觉得它难的点是可以把印花跟它的颜色搭配的非常的让人觉得很眼前一亮，然后让我有想购入的冲动。感受如何？对，其实我觉得说有一个亮点呢，我觉得在那个大屏上面，其实大屏在所有的模特走过去之后，它大屏有做一个处理吧，是其实有把模特模糊化，然后在他们的周围还有衣服上加入了一些手绘感的一些处理，一些线条，我觉得这个是让整个秀场的氛围一下进入了Fila想要表达的突破跟前卫先锋的那种感觉。什么什么？这个是要减肥的。啊，减肥的？不需要啊，你们很瘦啊。好了，我是觉得说身体健康是第一位了，但是不用过度的追求瘦，或者是要减肥怎么样，身体健康第一位。最近生活是吗？觉得还挺开心的，因为工作很充实，每天都，然后如果硬要说是烦恼的话，那就是睡眠没有那么的充足，但是我觉得说还好，还挺开心的。